之前据港媒报道，50多岁的于安安与30岁的小男友同居，这段母子恋让不少好友为之震惊。于安安的小男友虽然没有男模般的外表，但却心思细腻，善解人意，最终跨越22年的年龄障碍，抱得美人归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最初安安很抗拒，但那个男孩的口才很厉害，令安安很甜蜜的同时，还把安安的两个女儿也弄得很开心，他们都很接受这个哥哥。据悉，于安安也曾表示，爱一个人，年龄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他对我真诚，我不排除再度闪婚。对于母亲的这段新恋情，两个女儿都没有异议。后来于安安和小男友更大方地搬进大坑寓所同居。对此，于安安小女儿李文谦毫不介意，总之他们很好，我不会说什么的。于安安出生于香港，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但她对此无能为力，只能泪流满面告别父亲，与母亲一起生活。虽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但母亲将她照顾得非常好，没吃过苦，没受过累，只是因缺乏父爱的管教，她的性格还是有些叛逆。14岁时，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于安安，被摄影师宗维庚看中，希望她能够来拍广告。出于好奇，她欣然答应。后来，于安安又得到监制周良书意的赏识，被推荐进入 TVB。同年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《大家乐》。第二年，她又出演电视剧《书剑恩仇录》，饰演善良勇敢的香香公主，并大受欢迎，成功走红。紧接着，她加入邵氏电影公司，参演了多部经典武侠电影，名气大涨，顺利坐上当家花旦的位置。1987年，为了家庭，于安安暂退演艺圈，直到2003年，她才复出。时至今日，依旧活跃在演艺圈，只是拍戏的机会变少了。从几十年的演艺生涯来看，于安安一路走得还算顺风顺水，但是她的感情经历却坎坷万分，精彩程度更是远超于她的事业。也许大众都知道她是周润发前妻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之前她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，而这段恋情的对象正是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尔冬升。两人相识于年少时，一个16，一个14，尚懵懂无知，也不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意味着什么，只是纯粹的喜欢，浓情蜜意的两个年轻人享受着爱情的美好，一刻都分不开。而他们在戏里更是多次结缘，可以说观众一路见证着他们的感情。不知不觉中，8年过去了，于安安将青春全放在一人身上，想着是不是可以结婚了。但是随着尔冬升事业不断攀升，他已经见识到外面的大千世界，还体验过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精彩生活，早将当初说过的誓言抛诸脑后。而他也不愿意被一个女人困住，所以迟迟没有求婚的行动，甚至面对于安安的数次暗示依旧不为所动。当时于安安和尔冬升提起结婚的事情，却只得到了一句让他痛心不已的话：我对婚姻制度不抗拒，但那个誓词有问题，两个人发誓一生一世根本未必能做到，应该改为我尽能力去做。最令一个女人失望的不是贫困，而是在那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。最后，于安安不得不选择分手，结束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。而此时的她，也从一个懵懂天真的小女孩，变成了一个知性成熟的女明星。就在她怅然若失时，另一个男人走进她的世界，他便是周润发。两人很早就相识，曾一起拍过戏，那时双方都不是单身，所以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而这边于安安与尔冬升诀别，那边周润发的女友陈玉莲也闹着要分手。周润发一开始不肯，甚至做出不理智的举动。虽然陈玉莲答应不提分手，
但等周润发身体好转后，还是选择了离开。两个被爱情所伤的人恰巧相遇，顿时互生怜悯之心。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也许是因为冲动，也许是因为赌气，两人没见几次面，周润发便下跪求婚。虽然于安安明知他是借自己来忘掉上一段恋情，但此时的他极其渴望一场浪漫的婚礼，所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一个是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，一个俏丽多姿的当家花旦，二人结婚的消息一传出，轰动了整个香港演艺圈。为了拿到最火爆的消息，香港多家媒体争相报道，最后 TVB 拔到了头筹，得到了婚礼的直播权。虽然时间也很仓促，但婚礼场面丝毫不含糊。婚礼请来了刘德华、吕良伟、蔡琼辉等当红艺人作为伴郎伴娘。当天周润发开着一辆劳斯莱斯豪气出场，于安安身穿下摆十八层的绝美婚纱，据说价值十万。从接亲到婚礼现场一路全程直播，且对外开放，所经之处围满了记者与群众。虽然婚礼办得轰轰烈烈，可一切终究会恢复平静，曾经的海誓山盟也会被家长里短、柴米油盐所替代。正当人们还在谈论着那场婚礼如何浩大时，竟突然传来两人离婚的消息。而此时距离他们结婚也才九个月的时间。离婚后，于安安向媒体大倒苦水，诉说婚后生活的不如意。周润发似乎没那么爱她，曾经两次赶她出门，而且还限制自由，不允许她过分打扮，甚至不许她穿新衣服。离婚之后，于安安伤心不已，久久不能自拔，甚至心情抑郁到要看医生。漂亮的女人从不缺追求者，于安安虽经历了两个男人，但桃花运依旧旺盛。几年后她遇上了豪门公子黎万奇，并华丽变身为人人羡慕的阔太。豪门生活没想象那么容易，需要用心经营，所以于安安生下两个女儿后便放弃大好事业，退出演艺圈，专心相夫教子。可生活总爱刁难人，在过了十五年顺心如意的日子后，丈夫在生意遭遇滑铁卢，家庭陷入经济危机，黎万奇直接宣布破产，于安安的阔太生活就此结束。但历经风雨的她并不害怕这些，没钱那就去挣。退圈多年的她重操旧业，宣布全面复出，不辞辛苦地拍戏赚钱，只为早日将债务还清，帮助丈夫东山再起。然而黎万奇却难改本性，频频传出绯闻，直接将这段婚姻推至尽头。无法忍受背叛的于安安毅然决然地带着两个女儿，不做任何留恋，潇洒离开李家。面对记者质问离婚原因，于安安只说了一句话：女人最不可以忍受的是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离婚之后，于安安一边照顾女儿，一边拍戏赚钱，努力支撑起这个不完整的家。她还先后凭借《我要成名》《飞沙风中转》提名金像奖女配角。而在二婚失败后，于安安在感情上有过一段很长的空白期，直到2012年，53岁的她被爆出新恋情，但令不少人大跌眼镜，原来男友竟小她22岁。面对颠覆常理的恋情，一般人会选择回避，但见过风风雨雨的于安安却从未遮遮掩掩，还大大方方地表示不排除会闪婚。而两个女儿在她细心的教导下健康成长，如今均已成年成才。据媒体报道，日前于安安大女儿李文琪在结婚五年后终于怀孕了。消息一出，网友立马留言恭喜，于安安也通过个人社交平台报喜，并用英文写道：午饭后和我的宝贝一起散步，我女儿怀孕了，感觉真好。
报喜的同时，他还晒出多张合照。第一张照片是他与大女儿的合影，两人身处海边，并倚靠在栏杆旁。于安安弯着腰，轻抚女儿的孕肚，感受着肚子里的小生命。即便戴着口罩，也能感受到她的喜悦。第二张照片是李文琪和老公的同框照，接力米从身后搂着爱妻，表现亲密。由于她戴了口罩、帽子以及眼镜，把脸遮住了一大半，所以没能看清她的正脸。其实接力米之前出过镜，她的样子颇为斯文。李文琪则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，美丽动人。据媒体报道，李文琪是一名律师，现在已经33岁了。她的老公则是投资公司的管理层，也有38岁了。两人交往了很多年后，于2016年正式登记结婚，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文琪的亲生爸爸李万琪也有到场。李文琪结婚后与老公恩爱有加，但他们迟迟没有孩子，让外界好奇不已。幸好他们现在终于等到了。除了李文琪，于安安与前夫还育有一女李文谦，长得也很漂亮。不过年过30的她暂时还没有传来结婚的好消息。如今于安安状态很不错，整体打扮也很时髦，看起来优雅又干练，已经活出了女人最美的姿态。